大家好，我是彩虹姐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韩国百合电影《女高怪谈之交换日记》。这部电影出品于1999年，是女高怪谈系列的第二部，也就是从这部开始，此系列以青春百合为主线展开故事。故事发生在一所女子高中，明霞在水池边发现一本日记，女生们都有相互交换日记的习惯，日记的主人是她的同班同学舒韵和另一班的若仙。翻开日记，那页就写着初吻苹果的味道，日记的插画装饰都十分用心。明霞抑制不住好奇心，拿走了日记。舒韵和若仙在学校是众所周知的一对百合，日记里记载着他们的心情秘密。日记的其中一个主人舒韵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他人的秘密就像一个甜美充满诱惑的果子，而班级闹哄哄的，明霞无法不被打扰的好好看。他借口身体不舒服，躲在学校的医务室静静地看。随着日记里的线索，他扯出一颗黄色的糖果，他吃了，却抽丝剥茧地发现另一个线索，说那个糖果是毒药。若仙在日记写道，你要是不爱我了，你就会死，不过我正在研制解药。恶作剧的始作俑者若仙正好在隔壁床上休息，他们中间隔着帘子。舒韵来看若仙了，明霞听到他们的谈话，若仙说护士取笑她怀孕了，拉着舒韵到楼顶的天台。好奇心爆棚的明霞忍不住上天台偷偷听他们说话，听了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她要回教室参加体检了。时间不久，她看见舒韵也回到教室，教室一如既往的闹哄哄的，女生们为了身高体重胸围吵个不停。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此起彼伏的尖叫，人们发现若仙跳楼自杀了，血溅当场，若仙死不瞑目。同学的自杀让学校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明霞的耳边传来若仙的声音，让她还给她的日记。在她身上开始发生灵异事件，明霞吓得不轻，又把日记放回到当时捡到的地方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日记又神奇地摆在她的桌子上，她在日记中的镜子里似乎看到若仙的影像。更多的灵异事件发生了，若仙为何而死，真相在不停的倒叙插叙的表现手法中抽丝剥茧。若仙是学校的钢琴手，她似乎有着超出这个年纪段的成熟、睿智、敏感，脑回路和那些叽叽喳喳的女生不太一样，这都让她成为同学眼中的异类。舒韵是学校田径队的运动员，同样的与众不同，总有一种拒人千里不可亲近的孤冷气质。这样的两个女孩在学校洗手间偶遇，在一起被罚打扫卫生，两个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女孩在一起却十分的率性合拍，她们几乎形影不离。若仙提出交换日记，两个女孩就这样相爱了，只是初恋总是伴随着躁动和懵懂。若仙和学校老师喝酒酒醉发生关系，导致了后来的怀孕。若仙出于自愿还是被老师迷奸，其实我没看懂，说是自愿，有个镜头老师趴在她腿上哭，像是忏悔，也是整个灵异事件中唯一死掉的人。说是迷奸，若仙对舒韵说起此事，明确表明是自愿的。舒韵知道这件事，并没有在当时表现出多少不悦，他知道若仙在他们的感情关系中十分缺乏安全感，若仙总是担心舒韵离开。舒韵提议我们把关系公开吧，这样你就不担心了。当他们手牵手的在若仙教室表明关系时，同学一片哗然，同学嘲笑奚落，老师甚至狠狠打了舒韵一巴掌。若仙抱住舒韵不管不顾的亲吻她，同学炸开了锅，一个女生直接过来拉开了他们。课间若仙拿着牛奶去舒韵教室找她，舒韵用肢体语言表达了她的回避，并撕掉了日记。面对讥笑嘲讽的同学，他们的感情如此艰难，两个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。舒韵逃避了，放弃了，若仙还努力争取坚持他们的感情信仰。就像影片开头的画面，他们绑在一起沉在水底，舒韵拼命解开他们之间的绳子，不惜踢若仙一脚浮出水面，任若仙一个人沉下水底。他们分手了，他们之间还有神奇的心灵感应可以对话。舒韵生日那天，他们从医务室到天台进行了最后的谈话。若仙想和舒韵和好，舒韵推开了他，他还是没有原谅若仙和老师的事情，他不像当初表现的那么云淡风轻，其实他耿耿于怀。若仙哭着问，你怎么才会原谅我，我自杀都行。舒韵说，我才不管，你真不要脸，我会永远恨你。就这样，舒韵离开，若仙跳楼自杀。学校的灵异事件开始爆发，同学们到处都能看到已死的若仙，大门打不开，引发一片惊慌，乱哄哄的同学到处跑来跑去。这里突然穿插一个场景，在学校礼堂，所有同学聚集在一起祝福他们，一个女生拿着一个点着蜡烛的蛋糕，每次他们吹蜡烛，蛋糕都被拿走，最后蛋糕被扔到空中。
祝福和美好只是幻想，就像刚才还说要纪念热线，现在就乱成一团的同学一样。被撞倒的同学没人会扶一把，大多都是人云亦云者、落井下石者、胆小怕事者。在热线的钢琴下，明霞发现了一处被热线精心布置的小天地，这是他们分手后热线安置在这里的甜美回忆。他也许在期待着书院发现这里，明霞吃了那颗热线所说的解药，他吐个不停，根本没有什么毒药，自然也没有解药。若仙说的再坚决，却始终不忍伤害舒韵。舒韵坐在一边看着他们的日记，翻到被他撕去的部分，已是泪流满面。若仙的亡魂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这些曾经伤害他、耻笑他的人群，他只是想吓吓他们。这些同学他谁也没加害，他原谅了他们。大门自动打开，若仙真的走了。舒韵最后在楼顶天台做了若仙同样的选择，只能用这种方式实现永远的陪伴。这部电影说是恐怖片，其实恐怖的画面真的不多。以明霞第三方的角度解读日记，展开故事，这其实是一部惊人美丽的青春爱情片。可能是删减的关系，看起来突兀的插叙倒叙，让整个故事的时间关系晦涩难懂。一个并不恐怖的恐怖电影，如果你能投入到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剩下的那一点恐怖也不恐怖了，你只会被他们之间的爱情打动，再扼腕叹息，再仔细回味。